好，我是电哈少女拉，她有看到拉手上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最近很流行的3C小物手机支架啦。那不论是在咖啡厅啊，在路上都常常可以看到有人使用哦。那拉拉呢，自己呢之前也有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手指环的手机支架，到处可以看到的那一种。然后呢，没想到粘上去之后就拔不下来了。后来呢，想要拔下来，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拔下来，超崩溃的。那啦，现在手上这个呢 ，iCircle Uni 的手机支架和一般手机支架是不一样的哦。它呢可以粘在手机上面，然后呢也可以直接粘在手机壳上面，然后拔起来呢也还蛮简单的，只要这样子就可以拔起来咯。然后呢，只要水洗晾干就可以重复使用啦。那我们呢先来看一下 iCircle Uni 的外形吧。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整体的外形呢采用的是呢就是铝合金加上不锈钢以及塑胶来制成的，所以呢拿起来呢很轻巧哦，而且呢它外面这一圈铝合金的钻石切割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质感呢？那呢 iCircle Uni 的颜色选择也很多，除了拉手上这个呢玫瑰金之外，其实还有其他三个颜色。那拉最喜欢的颜色呢就是玫瑰金还有呢这个黑色的部分啦。那接下来呢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iCircle Uni 啦。那它用法呢其实和一般的手机支架不太一样哦，像我的拉平常自己使用的话就是用手指，然后用指甲这样往外一抠，你看这样的支架就会自动的弹出来啦。拉平常呢看影片的时候都要用手拿手机，拿很久的时候就会觉得手很酸啊，那现在呢只要用手机支架就可以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这样呢就可以一边吃零食一边看韩剧啦。应该很多人就像拉这样趴着看影片，除了刚用的75度角之外呢，还有30度的角度可以选择哦。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呢来选择角度啦。腮红喽，那我们这个呢橘色腮红就这样打圆画上去，这样就可以喽。那我们呢在直播的时候呢，用手机支架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化妆一边直播。而且呢 ，iCircle Uni 呢它是可以90度旋转，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呢。不论是直的或横的都可以使用哦。那 iCircle Uni 呢，除了可以像这样子粘在手机上呢，它也可以直接粘在手机壳上面哦。那呢如果要换位置的话呢，只要这样子拔起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换位置啦。那一开始大家有说啊，其实 iCircle Uni 呢，只要呢用水冲一冲晾干，它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哦。那呢现在我们就要来实验看看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Circle Uni 呢花了多少时间变干呢？大概呢，大家可以看到，在10分钟左右呢，它就已经几乎是全干了。那如果上面还有剩下一些小水珠的话呢，只要像这样甩两下，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呢直接呢把它粘回手机上啦。那呢，今天的介绍就先到这里结束喽。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别忘记订阅电叉少女频道，还有给影片一个 like 哦。大家拜拜。